香啊，这吃泡面了还香不香？有啥办法你？我再加两个蛋，你来。我加两个。有蛋的还是挺好的哦。对，老吴的酱香蛋。谁人定我去滑流？令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。今天全员出动啊，老吴。哎。你是老吴吗？不认识啊，我是来拉屎的。啊，行啊，那你拉吧。自信打不死的心态，活到老。我有我身体故事，亲手写上每段踏实狼如飞与梦儿。面膜怎么那么香啊？谁人没过犹豫，达到理想不太易，即使有信心，斗志却抑止。然后中午是去那个，我看看这里面怎么样哈。哇哦，哇，看这个这么大的露天天窗啊，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山。哎，我那不行，这就是顶楼啊，底下呢全是看不到的，看起来确实没有三亚的那么大，但不过也还行了，这标间。我那个房间叫做什么什么山顶观景房啊，但是因为老吴在这嘛，所以我选了一个标间，一人一张床，可能就是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大，如果你选大床房的话可能会好一点。你看去大飞那看一下，他大床房。大飞都五楼了，去看看嘛，走吧。我这不跟我一样的嘛，这两张床啊，你这是。他这个地方只能看到这样的，虽然是八楼但只能看到这样的。这是工作人员的盒饭，主要我们来的太晚了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两点钟就刚到，他两点钟餐厅关门了。这个是辣椒炒肉哈。大飞在捡垃圾啊，大飞。没办法，太饿了。好，饭吃完了啊，这个现在要去开个会，接着就不给大家拍了啊。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此结束，明天咱们再正式给大家拍一下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跟随素颜的琴声，去寻找另一位人记忆深处的音乐情怀。掌声有请。朋友们，现在是晚上10点，刚刚咱们从那里开会回来，老吴已经睡着了啊，大飞呢也回去睡觉了，不过呢小鱼已经过来了，咱们现在去聊一波小鱼。走走，他在这个1420啊。哎，各位，看不看了？你这衣服换的真快啊。哎，你标间嘛，你不是大床房吗？标间嘛，知道为什么？这衣服换的挺闲，是不是里面藏人了啊？五星级的宾馆对比我们去年那个西瓜盆的7星级的还是有一些，是吧？嗯，连浴缸都没有。那确实是。反正我们可以两个人泡个鸳鸯浴。你滚！朋友们，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正式的结束啊。当时吃完饭的时候呢，其实是4点多钟左右，然后搞那个什么创作人之夜，就当观众当到了9点多，回来的时候10点了，我直接就杀到他这来玩一下。明天咱们再给大家来拍一下这边西瓜 play 的其他东西吧，反正就到时候咱们有认识的作者可以来联动一下啊，包括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好一点的点子，各位可以比如说整蛊谁谁谁呀、啊，是吧？恶搞谁谁谁呀、啊，咱们可以去搞一些。你当着我面前说这种话，别人呢、啊、又不是你啊，我俩合伙行吗？整蛊老吴。那不要整蛊别人就行了。好吧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，今天就简单是告诉大家咱们来到了西瓜 play，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啊，让我们成功的上钩，我们哼阿兄弟4人全员都在，咱们明天再给大家来拍一拍九寨沟里面的其他风景，好吧。还好长夜漫漫，唯心作伴。我走了，我回去睡觉了，还心作伴。好吧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啊，拜拜。